各位来宾，大家下午好。我们这个转述谈论坛的时候，我们会有先30分钟的介绍，好，20分钟会重案例一次，30分钟第二次就大概结束了，后面会有10分钟的 Q&A。好，先我们要关于塞外传教士顾维英的这本书。关于中国天主教历史，我们常听到的有关耶稣会在北京的李马窦或上海的徐家，圣教善主使道明会的福建李义哲正或巴黎外方传教会的一些名字。塞外传教士这本书的研究想请我们看远一点，到塞外哪里在中国历史战场成为流氓地的蒙古地区。塞外传教士这本书研究了19至20世纪圣母圣心会在内蒙古接手了方济各会孟嘎卫诺的复传戒律办。这次情况大不同，现在的对话也有了强大的中国皇朝，可是 面前现在不是 早期欧洲小国，而是西方各种各样的帝国体系国家。新时代要求了新的复传精神与方法，复传的对话也从传统华人社会过场为包容蒙古民族与文化。我们欢迎顾教授的演讲。谢谢，谢谢范神父，各位嘉宾，各位先进，今天非常荣幸，非常高兴来介绍我的这个最近重新再版的一本书。这本书原来的出版是这个样子的，这个在将近20年前出版，出版以后这个到现在已经买不到了，所以很多大陆的一些学者教友神职人员都在问这本书啊，什么时候能够再版。那我们南华人基金会就经过了一些努力之后，终于在今年出版了这个我们的第二版。啊，这个封面当然都是以长城为主，大家晓得塞外是用长城作为分界线的。那这个地方大家会觉得好像是非常的遥远，可是也好像这个也不见得那么遥远，因为在我们天主子民的眼光里面都是属于在这个地球上啊，在这个流亡之地啊，所以这个也是一个我们也是可以当做我们如果能够飞机到那边去，能够到那边去传教，也是一个非常好的地方。那一般人的这个 presentation 通常都是用 PowerPoint， 我以前也是用 PowerPoint， 今天不用，今天有一些道具，那个大家看到这个骆驼就晓得啊，这驼铃声啊，这驼铃声代表这个在塞外的一些这个情况。那一开始我用这个比较感性的这个一条歌给大家听听看，熟不熟？望山万里长。
我觉得这个就像一份写作一样啊，这个一个理想的写作要理性跟感性都有一点，那 presentation 的话有点感性，然后再一点理性，可能跟大家更多元一点，更丰富一点啊。那我今天讲的这个就是讲这个有关塞外的传教的这个历史。这本书以前出版过，但是这一次新的出版，其实我觉得还有三大重要的意义啊。第一个重要的意义，对今天来说还有一点参考作用的，就是因为这个是一个从无到有，从完全没有一个充满了异教喇嘛教充斥的地方，这个地方怎么样，我们的教会从那边去开始慢慢的一点一滴的建立起来的一个经过。所以这里面我们这本书里面都有详细的记载，这第一个重要的意义。第二个意义就是很特别，圣母圣心会在19世纪的时候出现，这个修会很特别，这个修会就好像那个时候西方工业革命成就以后，很多很多天主教的国家也有感觉到有到在外传教的需要，所以成立了各国的外方传教会。那低帝国比利时虽然是国家很小，不过相当的发达，非常的繁荣，他们也想到外面传教，所以他们基本上这个传教会当然 也收容了一些讲荷兰语的荷兰人，但是基本上是以比利时为主的一个外方传教会。这个外方传教会在1865年前后成立以后，他们想要到东方来，那个时候看到特别是他的会主啊，看到东方在中国有很多很多弃婴啊，被丢掉的小孩啊，觉得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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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可怜，所以他就有志想要到东方来传教。而且刚好那个时候所谓的这个中外条约已经慢慢的建立了，这个传教的这个方便很多，所以呢他们就想要到中国来传教。刚好在那个时候遣使会是负责中国塞外地区的传教，那他就遣使会就慷慨的把这个地方让给圣母圣心会，圣母圣心会觉得地方好大，比台湾大好多倍，然后觉得这个地方可以发展，就欣然的接受。不过到了那边才发现几乎非常可怕，大部分都是沙漠，一点草原，资源非常的少，而他们就开始在塞外以西湾子这个地方啊，现在大家应该比较熟悉了，因为最近刚刚举行的冬奥的最大的主场地就是在西湾子啊。那前几年我去的时候，他们在盖一个西湾子好大的教堂，希望能够在这一次能够让全世界都看到西湾子这个地方以前是非常兴盛的地方，也就是塞外传教的一个中心。那这个修会去了以后，这会主啊去了以后才不到三年啊，他第一次要巡视要辽阔的他们的传教区，东到从热河，西到靠近新疆，我们是各甘肃这个地方，他想要巡视他的这个戴沐区的时候，就走到热河，突然生病，然后立刻就几天之后就去世了。原来他就像当时很多很多西方人到中国来一样，得到了一种非常特别的一种伤寒病，这种伤寒病他们没有抗体，不像这个中国人在那边已经很对水土已经很熟悉了，所以很快就去世了。去世以后，这个修会面临很大的问题，才来两年，来中国的这个他们的会士啊，五六个而已，所以怎么办呢？非常的紧急啊，因为这个修会可能很快就会垮掉了，所以一个修会。一个会主突然去世，在国外一个传教会怎么样从这种危急存亡之秋慢慢的重新再重组再安定下来，然后继续的发展成一个来到中国一共将近这个七八百位的传教士到中国来，然后现在在台湾也相当活跃的一个修会。怎么样一个修会面临了这种会主突然去世，要怎么样能够维持下去继续发展的这个经过细节，我们这本书也有提到啊，当然主要就是靠了当时在那边的会士，然后还有国籍的一些神父在那边留下来，还有他们找了一个遣使会的那个老的以前在那边传教过的比较熟悉的那种来帮忙，叫他加入这个新的修会来负责继续的维持，这样子撑下来以后就慢慢的就能够撑下来啊。第三个这本书的特色就是一个地方教会的成立，
一个地方教会的成立。大家晓得，我们一直在讲传教区，传教区啊，其实真正的一个教会要成熟，一个教会要落地生根，要能够发展，一定要一个地方教会的成立。地方教会当然最重要就是说，将来你要自传、自养，对不对？自理这样子。那当时都是西方传过来的，那你怎么样慢慢的，希望能够培养当地的神职，怎么样尽量的运用跟当地的文化尽量结合，然后形成自己的一套这个传教的方式，慢慢的不必靠完全靠外国的，在神学的方哲学上或者在这个管理上，在这个资源上都要自己慢慢的成立，这种一个地方教会的成立，这是非常重要。所以这本书里面又告诉我们，这个怎么样一个地方教会从传教区到教区啊，这样的一个形成非常艰苦的过程当中，怎么样努力的一个过程啊。所以这本书里面有这三大特色，值得我们再度出版啊。那至于这个，所以这本书啊，原来我们开始编辑花了10年功夫编辑，本来是有相当多的有关西方传教士在中国当时的那个艰苦的生活情况、传教的情况，有好多文章在里面。可是后来都把它删掉了，因为我们刚刚要符合三个原则，所以除了把这个一个来龙去脉有一篇比较长的文章解释以外，其他的一些文章多半都是怎么样跟国籍教士有关、跟当地的文化有关的一些文章在这里面，所以很值得参考。那原来还有一些文章，比如说他们刚讲会主他来了2-3年就去世了，就他们来了700多位神父里面，很多人来了几个月或者1-2年也都是得了伤寒去世。所以伤寒疫苗的发展啊，就是他们这个修会后来请了一个辅仁大学成立以后，在北平请了一个波兰的医生发展出来一个伤寒的疫苗，所以从此以后他们在布袋德伤寒都能够活得比较久。他们有88位年轻的神父来中国之后就因为伤寒去世了。原来这些文章里面这说的文章有怎么样伤寒疫苗怎么样成立，所以后来就删掉了。我们这反而增加了一些其他的一些本地的一些最早的神父、国籍神父他们的生活经过。有一个薛麻豆神父是前使会的，是圣书记来的时候他在前使会原来的一个会长，他是会长是本地的，他因为北京受到迫害，他带了一些前使会的修士跟教友到西班子去，在那边落地生根。都去了以后啊，刚好鸦片战争爆发，前使会派了一个新的很年轻的30几岁的孟正生神父来。那个孟正生神父一到西班子，薛麻豆老神父立刻把所有的指挥权力全部交给他，非常让他非常感动，说这个神父服从的精神非常感动。所以这个孟正生后来就变成北京的第一个代牧、第一个主教孟正生神父。所以薛麻豆的传在这里面有，还有你当地有一个非常有名的一个神父叫张雅各伯，他出版了这个有关这个怎么样对民间宗教的态度，天主教怎么样跟在这边我们怎么样去理解他，有一个叫邪正理考这本书，很有名的一本书。这本书啊很流行，我研究台湾天主教史的时候问了传教员说我们当时念用的书啊就是邪正理考，就是张雅各伯神父他在那个时候出版的相当流行的一本书，就是怎么样把这个教会跟民间宗教怎么样看待他们的一些融合。所以呢，所以这是个也是在这里面有他的传记，还有我有写了一些书，我有写了一篇文章，就是把圣母升天会来到中国的时候传教士的名字怎么样跟中国文化结合，我叫怀仁秉德啊，像南怀仁啊，怀仁啊，他圣母升天会来到中国又取了中国名字里面。有很多名字啊，可以加以统计，人字很多，义字很多啊，这个很有趣的一种中国化的东西，所以做一些统计，所以很有趣的。今天其实早上这本这个那个神父田神父的啊，还有下午等一下丁神父要讲的是耶稣会的那些列传啊。那我们这边也有一本，就是我帮忙编了一本《圣母升天会在华名录》啊，也编了啊，这个也就是说很有用。很有趣的就是名称其实有点道理。原来费莱兹是最早编耶稣会的，这个叫做入华耶稣会士列传，后来方豪神父讲这里面有讲究的，不要讲入华，因为在或者在华或者来华应该用在华耶稣会在华什么在华，因为很多是本地的神父也要放进去，所以
不过那个田师傅很聪明，他也不用，他就说什么说是失落的种子等等，用这种名称去掉。可是要的话就是用在华，在华，所以不要说入华，入华了就本身完全西方人，所以这个里面有点讲究的啊。那我这个传记很这种列传很有用，为什么可以做统计？我还没有把它给完全用完，刚刚讲的名称也是用这个名，还有。因为这个列传把所有的神父的生卒年啊，在哪里传教，所以你要知道，虽然很简短，可是它有很多统计资料。我们现在也很多文章可以做量化的研究。一个好的文章啊，如果真正的可以用量化跟直性的研究合在一起，就像是感性跟理性一样，量化跟直性合在一起才是一个好的文章。所以用这些名录，或者是丁神父人家介绍的耶稣会的名录，早上的用这些名录来做一些统计，还有很多可以研究。除了名字以外，还有他们来中国多少年，平均年龄多少年，他们大概在华多少传教多少，然后什么时候去世的，他们活多久啊，这等等这些，还有很多都可以做一些研究。所以这个名录啊，虽然是感觉上好像没有什么感性的东西，但是也是非常有意义的东西，所以这个可以，这个大家等一下可以参考一下。那来到中国以后的一些这个一些情况，这个在这本书里面做了相当丰富的介绍。我刚刚早上提到过名字啊，这个名录，我们原来第一本这个这里面有把所有的这个传教士的名录也放进去，可是后来我们自己出版了一本自己的这个全部的名录，而且有照片，以后我们把它删掉以后，我们增加了一些新东西，特别是把在那边曾经在那边的，就像县在那边在待过的一些国籍神父的名单也全部放收进来，收了很多，不简单，还有好几百个在那边服务的名单。还更重要的一个就是我们那个时候花了钱去做了一些地图，当时的地图跟现在地图的比较，可是后来有人指出说地图比较当时还没有卫星技术嘛，所以并不很准确，所以我们这新的这一本啊，特别是请了我们的范神父用 Google Map 来帮忙做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整理，把以前的传教区跟现在的地名做了一个整理，所以神父他可以花了几分钟的时间讲讲你的地图怎么样用，因为如果你们拿这本书以后可以用这个东西来做一种进一步的说明。好，我就去那边讲一下下。你如果去看，其实我以前去找也不容易找，因为范围很大，所以我们那时候就去了那个用那个 Google 地图哈，这样子你们可以看到，这个是所有的那个圣母圣行会在内蒙，所以刚刚讲的从辽宁这边哈，一直到还有根源哈，根源就不出来，又是在后面的那个新疆那边哈，所以你们可以，我们就去，因为这样子比较简单，特别是有一些名字以前在老的术士用老的病因也不清楚到底是哪里。所以我们这样子去找了所有的这些地方，还有比如说他们在这边那个城市里面，他们现在是一个城市，但是里面那时候是一个村一个村一个村，我们又去找到底是在哪里。有一些教堂现在有在那个地方，不知道是原来圣母圣行会还是是新的，因为我们都是看地图看的。好，这样子我觉得也是对研究的人也是比较清楚能看到的，像比如说这边那么多有的一些教堂，那些尊每一个尊有一个小教堂或是一个传说，所以这个也是很可以说比较清楚能看得到。现在希望可以去做的事情就是用 Google 地图做那个我的地图，所以里面也可以放一些比如说某一个人的一些故事还有照片，所以可以做比较有比较丰富的哈。可惜是在大陆也不能用那个 Google， 所以我们要努力去用那个百度哈，要做一样哈，这样子去找一个一个，但是百度的刻度没那么细哈，你要去看得很仔细的，没有看那么 ，Google 就是连车子都能看得到哈，难怪不然他们用哈，有点麻烦哈，所以太细度太是，所以就是这样子介绍就可以了，谢谢。好，谢谢范叔，所以这本书有相当的现在的一种价值啊，那这个大家有机会把握机会赶快去买，特别是大陆上的这个很快就会卖光，这全世界只剩下268本而已啊，这用这 QR 过去用。
那我们今天谈的是这个教会史的书写啊，其实还有一些反省。因为昨天我在网上看到有人说批评，讲今天我们的会议啊，有一个很大的缺点啊，因为有两个教友在谈，他说这本说这边这发表东西都太偏中国，没有讲台湾的，而且那个原住民的更没有讲孙大川，他说根本没讲原住民。其实我们这边，我们是因为我们说专书的这个题目所限啊，当然也都非常非常非常重视。其实做教会史的书写也可以从各种角度来写了啊，历史是一种啊。还有我顺便介绍几本这个我们的这个像这个黄嘉诚神父啊，我们这出版的，他是把中国的民间信仰跟天主教怎么样，他从民间信仰的家庭出身，怎么样看待中国的这些儒释道，还有那些民间信仰融合在一起。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重要，这是一种书写的方式。Recording in progress。另外一个就是陆贞祥，曾经当过中国国务总理陆贞祥，他后来变成本笃会的隐修士。那他自己在晚年写了一本《人文洗手》，他从中国的孝道来出发，来发现这个是最好切入中西，就是耶儒之间的融合，用从孝道来融合，这些也都是一种书写的方式，怎么样去把我们的这个教会的一些价值观啊传给大家，这都是非常有用的。还有一本刚刚出版的一本叫《林大人曼德林》，这本很特别，这是一个圣福基会来的时候啊，他来的时候带了几个神父来，还有一个年轻人，他没有发愿，可他很能干，所以会主就带他来了以后啊，他在那边待了一两年，出了一些事情以后就跑走了。后来他就辗转，就有语言天才，就当了相当海关的官员，后来娶了当地人。他生了很多小孩，他所有的四个女儿全部当修女，几个儿子很有名，就这个在中国，因为他们有比利时的一种，所以非常非常棒。他自己当到了道台的这个身份，所以后来他的这个曾孙女啊，帮他写了一个传记，刚刚才出版，叫《林大人》，比利时在中国当过最好的最高的官员的传记，才刚刚出版的，所以也顺便给大家这个稍微介绍一下。总而言之，这个传教史的书写，当然看你每一个题目不一样，它的性质也不一样啊。那当然，如果有人写这个原住民的东西，像地神父，他当然他写过不少原住民的这个传教史，也可以这个发挥一下，将来能够更多一些出版。总而言之，这个我总觉得这个教会史的书写应该多多的鼓励，而且很有用，不但是给教会的传教有用，而且学术的研究我觉得也相当的有它的帮助。所以我基本上就把我今天的这个重要的重点讲到这里，谢谢各位。谢谢顾教授的介绍还有这个演讲。其实他讲了一个我很感动的地方，是他说从无到有，就是一个教区，一个建立一个教会，并且是从 外面来的，但是当然这个教会或是、的未来一定要放要扎根在地方，这个需要建立地方的教会，这个可能是中国我们在中国的复传谈了很久才开始扎根哈，所以也是一个可以说因为圣母圣行会是一个新的修会，因为他们是在19世纪中哈才建立了，所以变成可能他们没有其他修会的一些历史的背景哈，他们来中国可能很多看法很多做法又是比较新鲜的，没有这种以来从以利玛窦等等 的那些观念的那些有时候是一种负担。所以现在我们有十分钟可以去，有没有什么问题可以问顾教授？谢谢。谢谢各位的演讲说明。我从上午一直到现在有一个感觉，有一个反省，就是提到男生没有女生，为什么呢？是不是修女？就是男生。对不起，我不是，我就是发现这样的研究很有限，因为有女生在传教历史当中，所以请各位注意啊。黄美婷不是在研究女生的吗？黄美婷主任，黄美婷师傅，看到黄美婷在不在？现在不在。对，黄美婷她非常重要，将来可能我们都被她这个
这个良币驱逐劣币，把我们赶走了。好，因为我的座无没坐，先要两个都讲话完了再有十分钟，所以我们先可以，我们继续往前走，以后再做 Q&A。